I can。各位战农兵团的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Vitu， 我是姐姐 Miko， 我是妹妹 Yumi， 很高兴呢能够代言2014年超可爱声控战略游戏《战农兵团》。我觉得一开始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呢，就被这个游戏内的卡哇伊的英雄角色给迷惑了。对，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种战略游戏呢，都是比较类似像三国类的，或是三国题材，或是比较写实的画风，是就会直接忽略。但这款呢，不管是在画风或是在角色人物，都是走可爱路线，整个超级适合我们的。而且其实因为呢，战农兵团有独特的语音功能导览哦，那让我们很轻松就可以上手了。像你这么笨都会玩，最好是